Hey， 大家好，我是湘恩，今天我们带来是莫拉在打野排位赛的实战解说。那如果你还没订阅频道，你可以考虑订阅，觉得影片不错，也别忘记点个喜欢。一开始我们从红 buff 起走，然后往蓝 buff 移动。右上角可以看到我们的出战以及 RE。RE 部分呢，我们是带一个百穿套，即使物理穿透达到了100。那装备的部分呢，雷电戟大家也可以换成撒弹。莫拉打野来说呢，这版还是比较强势的，由于他的大招冷却是非常短，并且呢范围很大，而且还有一个吸血的效果。这里我们吃红 buff 附近的小野怪，那莫拉呢很容易把野怪造成回家补血的状况。由于我们的二技能跟三技能呢，会使我们消失在地图上，可能那一秒呢，让野怪攀丁出了问题。那大家注意这一点，我们这里呢来吃个蓝 buff。那我们再吃附近的小野怪。由于对方打野是莫拉呢，因此他来入侵的几率是不高的。这边我们把这三只野怪清空三四等，这里我们发出敌方的那台啊，这里我们遭遇敌方三等的莫拉，那我们留一个一技能的第二段呢，最后把他击杀或者手杀。这边我们也逼出敌方那台啊的瞬移。那由于我们打死敌方的打野呢，这里我们直接来吃古龙。一般的状况呢，我们会先吃魔龙，如果我们吃古龙了，我们就会掉魔龙。可是由于刚刚是一个特殊的状况，我们把敌方的魔拉击杀了。这边我们先反掉敌方的蓝 buff， 那我们的章鱼跟金娜都有过来支援，因此我们可以比较大胆的走位。那这边我们把那个寒冰制裁交掉了，因此呢，我们接下来的龙战是比较冒险的。可是我看我们的状况呢，金娜跟我都是有大招，而且锦还在附近输出，因此我们就拼一拼这条魔龙。这边敌方的沙尼直接交大招，而我们的大招配合金娜的大招成功收掉魔龙。由于杀掉魔龙呢，我们全队都升了一等，因此这条团战呢，我们就成功的获胜。这边我们看看是否需要支援。那莫拉呢，他跟瑟斐斯一样，有时候也需要跟墙壁打关系。这章鱼说我不理他呢，其实这边我们看看是否需要支援队友。那塔拉呢，他一打二太久了，因此他交出人头，而我们的金娜呢，竟然一个人把敌方两只赶走，这点是勇气可嘉。那这边我们先把兵线推进防御塔，我们发觉一只蹲在草丛的那塔咬，我们的一技能冷却，使用一技能二段位移追上敌方的那塔咬。那我们这里呢，被敌方熊猫打得有点痛哦。最后我们在配合队友的帮助下呢，击杀敌方的莫拉。刚刚我会敢跟莫拉打呢，由于我们有吸血的关系哦，而且我们等级比较高，我是觉得我们普攻是能够打赢他的。那这边呢，我们尝试去支援我们的锦。
玩打野呢要尽量照顾到每一个人啊，总不能把他冷落了。而这里呢，魔龙也就快复活，那我们就直接开启魔龙。由于我们现在状态是非常好，而且有制裁呢，我们是不怕敌方过来抢的。那我们先把魔龙制裁掉，然后再往中路移动。我们先拦截这波兵线，不要让他进防御塔。那这里我们发觉敌方娜塔亚在附近哦。那这里呢，娜塔亚在我们面前把我们的古龙抢去。我们再来吃一个蓝 buff。莫拉呢是需要魔力的英雄，因此有蓝 buff 还是比较开心的。那我们继续吃野怪发育，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大家要注意呢，我会刷野怪的时间点通常都是吃掉魔龙跟古龙之后。那这里呢，我们在等待机会的同时清一清野怪。那敌方娜塔亚呢非常阴险了，他已经蹲在草丛蹲了三四次了。那这里我们先跟敌方莫拉单挑，这边呢我要开启大招是要躲过敌方大招的伤害了，不然被他白打呢我们是很有可能去死掉的。那这边呢我们的尽量跟敌方的打野是一换一，我们状态不好呢赶紧回补再到线上支援。我最近玩莫拉呢会比较喜欢出跑速鞋，那跑速鞋配合雷电戟呢支援速度是非常快的，额外的跑速呢也能帮助莫拉在刷了大招被动之后呢赶紧到线上使用大招。这里我们要等敌方的萨尼使用他的位移技能，好，时机来了，我们先晕眩他，结果开个寒冰制裁，那最后把敌方击杀。那这里我们来吃一条魔龙，我们先把敌方的娜塔亚杀了，再来继续吃我们的魔龙，以免被他再度使用大招偷掉。那这边我们要先把炮车打死哦，如果被炮车碰到防御塔呢，要掉不少血量。我们这边尝试的去拦截敌方，最后杀掉敌方的熊猫。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吃我们的地图目标。那敌方的莫拉的大招开太早了，因此他是抢不掉这条古龙的。那这边我们优先击杀敌方的章鱼。由于章鱼它没有经济的优势呢，它是不坦的。那我们发觉一只使用了位移技能的莫拉，那它就是一只死掉的莫拉。那莫拉来说呢，一技能是非常重要的，不能随便乱用。那这边敌方娜塔亚血量有点满哦。如果他血量少一点呢，我们是可以直接冲进去二技能接大招把他杀了。那大家记得呢，莫拉二技能的圈圈的范围，要碰到那个圈圈的边缘呢，才会有一个破甲的效果。如果在团战中能够破甲并且接大招呢，这样是一个非常巨量的伤害。这边我们先击杀敌方的娜塔亚，然后再开个大招把敌方赶走。敌方死了两个呢，他们是很难守住这个防御塔的，如果他们要上来下水饺呢，他们可能就会直接被结束游戏。因此莫拉大招呢不一定要等待能够命中多个目标的时候，有时候能够击杀掉敌方重要的后排呢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因为他冷却时间是非常快。那这边我们等炮车进塔，然后配合炮车呢我们直接摧毁敌方的珠宝。以上呢是我带来的莫拉打野排位赛的实战解说。
如果大家觉得影片还不错呢，可以考虑订阅并且点个喜欢。我是尚恩，我们下次见。